共振计划的全称叫做共振，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。那么这个共振计划呢，是我们在2012年在中国在德国举办中德文化年的时候，在汉堡举办的第一届。我们共振计划的这个目标呢，就是想要我们的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，为他们提供一个这个国际的专业的平台，让他们展示他们的这个艺术创作。那从2012年以来，我们已经举办了20届，在全世界超过10个城市，举办了20届这个共振计划的这个展览。那每个。